们要打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跟一个动物有关系，它的名字叫树懒。树懒，树懒是说别人就是大家好，树懒是大家好。是它很懒，它因为它就是很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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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一天。这个我不敢确定，但是我只知道他们都一样很慢。可是树懒在睡觉，他的门是关着的。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所有的动物啊，对了，豆豆说对了，所有的人打鼓啊，把树懒叫醒。那怎么叫醒的呢？来了，看好了，前奏，我们就用耳朵去听。